多謝主席。咁其實喺講我講呢個醫療輔助隊嘅呢一個有關審計署對佢嘅監察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即係發個短信俾我，點解你要即係不厭求長咁樣講咧？其實呢個議會咧，我記得主席咧就話呢個議會應該講道理啊嘛，係咪？你講一半唔講一半咧係唔得嘅，因為你批評緊一個即係為香港人服務嘅隊伍，所以咧我係要比較詳細咁咧係去解釋點解佢哋咧係做咗一啲錯嘅事，同埋有冇補救嘅方法。嗱，其實呢、這個我係睇到呢、這個醫療輔助隊嘅問題係乜嘢咧？就係、是。即係佢哋嘅記錄係不全，佢哋冇執行到佢哋應該做嘅嘢，就好似個港鐵一樣。咁如果港鐵我哋係要大興問罪之師，要問個清楚嘅時候，咁對於呢一個醫療輔助隊，一個我再重申一次，呢個醫療輔助隊咧，唔係係求其嘅喎，佢有一個宗旨嘅喎，係要即係提供一個喺特別緊急情況之下咧，係去輔助，係提供一個特別嘅應急嘅服務。咩叫做應急嘅服務咧？海難啦、啊，呢、這、一個人群聚集嘅時候出現嘅擠迫啦、啊，引起嘅傷亡啦、啊，嗱、啊，所以其實喺我嘅講法裏面咧。呢、這個醫療輔助隊咧，係不能夠咧，係作為表率嘅人咧，不能夠始作俑者。即係意思話咧，其實佢係要去到咧，係做好啲嘢。咁佢嘅咁佢除咗係應急之外咧，佢有個服務嘅提供嘅，即係話咧，唔係淨係話喂養兵千日，只係用在一招，而係咧佢不停係要走三大樣嘢去做嘅。第一個咧就係、是、我諗好多人都唔知嘅，就係、是、為我哋香港嘅戒毒工作咧係去貢獻嘅，就係、是、派員對美沙同診所當值。嗱，呢一個係一個恆常嘅服務嚟嘅。第二個我已經講過，我唔會再講啦，就係、是、提供請匿嘅服務。第三個咧就係、是、提供急救嘅課程。嗱，如果我哋講話，養兵千日用咗一招係不能夠常時係去做一個監察嘅，係嘅，因為你未知道嘛。但係如果恆常性嘅嘢都做唔到，即係話一個小朋友去做功課都做到一皮一骨嘅，冇可能考，即係冇可能呢你係叫佢考呢個大考嘅時候呢係得㗎嘛。嗱，喺呢個問題上面呢，我哋可以講就係話喺有關呢一個提供呢個美沙酮嘅服務咧，呢、這個即係喺美沙酮嘅診所當值咧，係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嘅。嗱，喺美沙酮嘅提供嘅服務裏面咧，佢出現咗一個人手緊缺嘅情況，即係話唔夠人手。嗱，主席公道咁樣講，嗰啲有著數嘅。即係話哦，提供服務咁嗰啲人嚟咗醫療輔助隊學咗，透過嗰個參加訓練嚟攞咗個資格走咗去，冇網管係咪？另外關於呢、這、一個場地嘅使用冇網管嗱，呢度咧美沙酮咧就冇乜嘢著數嘅咧，咁就出現咗咩問題咧？佢要進行呢一個額外嘅招聘，即係話咧。呢、這、一個招募啊，即係呢、這個醫療輔助隊咧係唔夠人，咁唔夠人有咩做呢？呢、這個就叫做斬腳趾避沙蟲啦。呢個審計署就話，佢就係降低對診所督導嘅要求。你話叻唔叻咧？就係話如果唔夠人用，我哋咧就唔做咁多嘢。佢係自從喺2008年開始咧，醫療輔助隊豁免隊員必須具備美沙酮
診所當值經驗才可獲委任為診所督導的要求。即是沒有做過嘢，就咁樣行落去就做。好啦，如果我哋講咁樣樣係唔應該嘅時候，我想請教啦，就係點解呢個審計呢、這個醫療輔助隊呢係唔會去改善呢、這個佢哋要承擔嘅三大嘅恆常嘅任務呢？係咪？咁所以呢、這個審計署呢又有講㗎喎，就係話呢，佢就話有三種方法呢係可以咁做嘅。我其為咗呢、這個慳時間，唔好因為我夾硬拖長，我第三個呢就係、是、其實係聽落去就知道呢係有問題嘅。佢話對未能遵從當值規定嘅隊員採取紀律處分，而對於有充分理據不予處分嘅個案，須把理由記錄在案。又係三幅皮，唔係我想三幅皮，係每一個有問題嘅地方都一樣。個原因係咩呢？就係話當美沙同督導呢一嚿醫療輔助隊係成日都要做嘅嘢，出現咗人手短缺嘅時候呢，這個管方呢是沒有任何的紀律處分，不夠。第二就是他又不解釋，那即是個意思是鼓勵那些人呢是利用這個醫療輔助隊呢是行他們的目的，即是這個假公濟私去拿個請匿牌啊，去這個拿個這個急救牌，拿完就走，拿完出去不是做這些事情，不是做醫療輔助隊平常做的事情，連美沙酮都是這樣。所以主席，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們看到了整個問題的根本。好了，人手是這樣，那還有一些事情的嘛，主席做事除了人之外就是物啦，人力物力。那物力就即是非常之，又是在這個商業社會是不會出現的。我引述這個審計署有關這個醫療輔助隊的報告呢，在第 4.5 呢，它是講什麼呢？我現在引述審計署發現，醫療輔助隊上一次就應急倉庫進行檢討的是在1992年，距今約20年，講句唔好聽，即係上世紀。不過如果公道嘅就係20年，喂，20幾年。如果今日講，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你喺嗰、那個存倉，即係個貨倉嘅管理係出現咗問題，尤其是佢講緊嘅咩呢？就係、是、醫療嘅器材。是咪？醫療嘅器材，嗱，舉個例，兩條插喉用的氣管，佢用嚟做咩嘅呢？用以保持傷者氣管張開，在大約2年前已過期。即係話，小弟如果今日係有起氣管有事咧，如果佢即刻嗱嗱聲個倉庫一攞出嚟話撐大我氣管嚟救我咧，哦，唔好意思，埋單。是咪？物料破損呢，就係、是、有12項物料有破損，包括6套診斷工具。診斷工具即係話，當呢一個醫療輔助隊去做一個 first aid， 即係話一去到嘅時候診斷你嘅傷勢，有六個係有六套嘅診斷工具呢係唔得嘅。咁佢仲有圖文並茂啦，今日我費事展示呢，咪再展示到嘥時間啦。嗱，其實喺呢個整個嘅問題上面咧，我覺得喺呢個醫療輔助隊成個嘅問題咧，係呢一個出現咗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就係呢個咁嘅醫療輔助隊咧，佢對佢嘅監察咧基本上係冇嘅。是咪？唔能即係冇一個對口嘅單位監察，即係話呢佢係向上向邊個負責呢係冇嘅。
咁先至要出現咗一個咧，係要勞煩一個好似大內總管咁嘅，即係審計署去睇。呢、這個亦都係咧香港呢、這個香港即係個施政嘅一個非常之奇怪嘅現象，就係、是、你成冚棒都出八省巡案嘅，但係主席歸根究底，呢、這個審計署嘅開支嘅增加，是低於所有政府部門的開支的增加。所以這個政府今年的部門的開支增加平均來說是 7.6%， 而這個審計署呢就中中挺挺就2點幾，就厲害過這個申訴專員公署的。在這個問題上面，我們在論證，我們在議政，我喺度講呢一個醫療輔助隊，一個同我哋香港人息息相關，無論係喺應急嘅特殊服務上面承擔一個責任，喺平時三項嘅服務裏面，包括請匿呢個救護同埋呢一個美沙酮嘅督導，竟然間出現咁大嘅錯漏，我想請教即係各位喺度指責小弟拉布嘅人，一葉而知天下臭，即是说一个咁细的部门，容易去看到的部门都看到咁多的坏处，那你说当这个审计署真的要做一个与时并进的所谓衡工量政量值式的审查的时候，会不会够钱呢？我哋今日討論緊嘅咩呢？就係話一個法案，呢、這個法案係一年一度喺呢度通過嘅，係講明政府點樣樣去理財，佢理財嘅目的係乜嘢？喺我睇起上嚟，喺古代都有諫官，即係個諫官嘅意思咩？就係話即係魏徵同呢個唐太宗嘅關係，就係你講咗唔使死。嗱，呢個審計署同埋申訴專員公署，而家係講咗唔使死嘅，唔使講，呢個知㗎啦。但個問題就係你冇嘢講㗎嘛，你冇錢去查，係咪？即係話，當一個政府去支出嘅時候，對於嗰啲你自己去俾法，即係俾法定權力佢，係代表香港人去查你嘅時候，就好似一啲非常之封建嘅男人咁樣，女人啊唔好俾夠飯佢食，否則佢好惡嘅。喂，呢一個咁嘅理財嘅哲學，實際上面我係不能夠係即係苟同嘅。所以主席，我由呢個一般講到具體，具體又講到一般，我真係好想啊曾俊華喺度聽一聽。咁而家就冇唔知玩乜嘢，玩真事中親會。一個姓曾的代表所有姓曾，你又被人代替了一個姓曾的，那個姓曾就代表那個曾俊華。曾主席走了去，這個曾司長呢就曾經說我呢是恰他，明知我他不敢還手，我還去扔他。他現在不是恰我們啊，明知我們 call 他回來都可以不回來的，其實他是根據這個議事規則，他是好像議員那樣的待遇的嘛，是不是啊？佢亦都係個問責官員，要聽嘅。佢都行咗去啊！我 call 佢兩次啊，雷街坊啊，係咪？我就要佢翻嚟啊！我 call 佢啊，雷街坊，跟住嗰啲保皇單位啊，阿長毛啊，俾餐安樂茶飯我食啊！咁曾司長正話食乜嘢啊？主席，佢話當日佢話你行開啦，仲喺個網址嗰度講我，我今日贈翻兩句俾佢，就完啦，你唔使制止我。行开啦，对翻工啦，穷议员冚财政司，小弟就喺度再叫佢一次，我睇下十二道金牌照唔照到呢一个懒人翻嚟，我要求主席根据17(1)召阿曾俊华嘅魂魄翻嚟，17(3)系咪啊？17(3)咧系唔系全体委员会咩噶？